到底是任何人都要挽留的存在吗？那是包庇了剑心第一个的。别说了，剑心给那个江南留着，好吧？怎么江南怎么又死了？那个狐狸来招式牧师给他。预设预设预设。你配你配吗？你就配吃个剑心好吧？下次有司命直接挂你副手。感觉两个都。不是招式牧师不是有一个残卷一带就没有控制效果？告诉我，一拉可以拉三次。自己换了残卷啊，预售。莲花，莲花吃了进账进了之后我再开啊。我虽一时奈何不了你，我就嫌好。但你面前的这些弟子，就要成为备受的吃食了。是了，小恨、哎，后悔的是你。有你，看见。开始用我的后腿来蹭一蹭。小子，看哪儿呢？没事，那个盾影可以进去打，现在新的血量特别多。虚空是青莲，下一波莲花能抵御毒血侵蚀。补毒补毒补莲花，补莲花哦！那多一个莲花，有你，看剑！我还想吃。小子，看哪儿呢？我读小子看哪儿呢？哎，我看着三套图书馆第三个地方有你看见虚空是青莲，能抵御毒血。伏波殿里饶你们一命。猪头鸡和猪头鸡，这次可没那么好运。好的，发展开始了。奶妈看好我一秒，我们要撤离。那我就踩毒去了。哇哇哇哇！这大炮，送你！换了。明剑有幸由你为主，不知道我能不能感受到不进小游戏就把他弄死的感觉。小子看哪儿呢？哎，忘记叫什么名，有你看见破竹，小子，看哪儿呢？那肯定要看，不看是不。这就算七千了。虚空是青莲，能抵御毒血侵蚀。雪莲花。
妖孽，看剑！小看哪儿呢？他打老弟应该打不了，应该。有个莲花哟，没有莲花的。还有补充。啊，没有莲花的出来啥战？快点用力打，把他撸死。小。有办法吗？还哪儿呢？他至少还有一次逃飞，还有大概30秒时间。有你，看！哇操，太屌了吧！牛逼！居然没有 P 三，不爽吗？没有 P 三、啊，不开心吗？它不香吗？